天，听说这里有一家自助餐啊，特别便宜实惠啊，我们今天去 look 一 look。 老板娘，有没有吃的？有。十三块是吧？十三块，随便吃。随便吃，管饱。对。啊，三块啊。老板娘。啊。开了几长时间了？开了有六年了。六年了。有几个菜呢？一般有二十几个菜。那就要随便吃，管饱。对。啊，这不浪费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鱼。自己打。自己打。黄瓜。这个是时候是两三点钟了啊，我来晚了啊。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啊，最远来过来七十几万，哪里来的？那黄皮青的都有。黄皮。啊。那我们俩过来吃啊。啊。青山也过来。都有，都有，那边都有。故意过来吃你这个菜。基本上每天都有。那我们俩过来。都是看到那个抖音里面呐。啊。那就是长江日报今天直播的看的啦，都过来吃。过来体验一把。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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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最爱鱼，随便吃啊，鱼块，多加两块，啊，还加一块，好，哦，搞一点，肉啊，土豆搞一点，虎皮青椒啊，搞上一点，这个肉，搞一点。杆子搞一点，多吃点韭菜，最近打标枪打多了，哎，背部往上的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小泥鳅，哎呀，可以啊，汤啊，哎，肉汤啊，萝卜，水煮鱼排啊，这凉菜，不是凉菜，是烧的菜。这个是酸菜，这个哦，这个是我们泡菜，自己泡菜啊，免费的啊。水煮鱼排呀、啊，这个、肉给我加两个瘦的，老板娘，给我加两块瘦的，瘦的放那里，谢谢，啊，谢谢，嗯，好嘞。粉的肉必须得要有一点，5块钱一瓶，五块搞一瓶，好。这饮料，20几个菜，兄弟们，这老板娘给我打的水蒸蛋，热乎乎的，这个萝卜肉汤。随便吃啊，管饱啊！过来吃，你特意过来吃的，是吧？我家的在这里。家的这里是吧？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实惠啊，经济实惠。我来晚了，这个时候3点钟。我直播也是件蛮辛苦的事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直播要脸皮厚，直播不辛苦。嗯，直播要脸皮厚。你要拍视频呢，嗯，要会说呀，是吧？会不会说无所谓，嗯，直播就要脸皮厚，嗯，关键是开播要有人吧，嗯，20几个菜随便吃啊。锻炼出来，再去山中找大红。嘿嘿，一杯，二两。我这个鱼吃就吐在桌上可以吧？可以了啊。这个菜啊，13块管饱。你看，野山椒，我最爱吃的鱼块。这野山椒两个。